四月份起，橘高校吹奏乐部以新的体制及风格开始公演，也获得广大的粉丝与观众一致好评。来自日本的反应，入学一个月的一年级学生和高年级学生表现一样精彩，真的很棒。队形排列越长，演奏与动作就容易出现不协调。刚入学的一年级生有些紧张，但整体表现还不错。我最喜欢 Sing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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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首歌。为了现场看京都橘高校，参加博多游行，我开了8个小时的车，虽然错过了前半段演出，有些遗憾，明年我一定会再来的。韩国粉丝反映，每次看到橘高校的演出心情就很激动，为什么韩国没有这样的乐队？来自美国的反应，2025玫瑰花车游行，期待着新的队形与风格，展现元气满满。快乐的橘高校在美国。来自英国的反应，我听朋友说，日本橘高校的视频非常有爆发力与活力，看了视频后非常惊讶与震撼。更是遗憾的是，为什么我以前不知道他们？台湾粉丝反映，自从去年台湾国庆橘高校精彩的演出深深吸引我，每天下班后都要看橘高校影片，还梦见今年的国庆橘高校再来台湾演出。